主要去白沙湾啊。我们的小游，肌肉露一下你肌肉。上货。想流汗。白沙湾。好，开始喽。我们准备要去找绿蜥龟，我们要寻找让你们合格一点的绿蜥龟。滑动滑动，快离开这里啊！我要去看那个100多公里两小时。好多车哎！我现在要跟车友打招呼。哎呀！多辆车子，还有谁？有。这个装扮应该是昨天在垦丁的时候要穿的。哇，这个好像哪里？那个。拜拜拜拜，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台东。台东民宿，台东民宿，台东民宿。哎，哦，灯卡来嘿，灯卡来，我刚刚录了个。要啊，博成，我就要录你说的样子啊。还是要靠我自己的。看到他煮的那个红茶，啤酒没了。啤酒，哎，要问一下，他是扁食，没了，卖完了。翔哥好可怜，待会要去吃油条，一个人独自。开车环岛很棒。好了，那大家几点回家？没有啦，我就开车跟着你，然后到你舅舅家，然后打招呼说：“哎，舅舅，我们先接走喽。”对吧？如果要去绿岛，啊，怎样？怎样？啊，好，我再去绿岛。啊，会消我压力。我们要去吃饭吗？还好哟。你今天开心吗？好啦。我昨天走这边嘞。是吗？我昨天看前面那边。我们怎么又回来了？麻烦了。那我就睡。你知道我们要来这里干嘛吗？你看我们三个的装扮，然后 VS 我怎样买衣服？海军小吴，你好，还是小白？超热嘞！嗯，你非常热啊。再喊吧，喊一句，到。开什么了？好脏啊！开什么了？Hi!
机吗？我手机现在还可以正常使用。正常运作。你要去一个秘密基地。哎呦喂、欸！你要爬上去。北极的各位，还有印象吗？我刚才走得上去的。东大日式我说哎呀他打掉了拜拜